我的翁婿是假，查某囝也是假，连我弟弟总讲我的亲生爸爸也是假。啊，你敢是假？还是讲连我嘛是假啊？我是你当当年去路边凊彩抱来一个囡仔，要用来哦做一遍骗两个查甫人的十斤啊！哇，张老师，你真足厉害呢！要为着钱哦，出卖你家己阁无大钱哦，妈孙啊三代都没了了哦！我已经真用问你啊，卖甲我斗地好，斗做是应该。愈讲愈不是款，我做做一切都是为着你。换一句较新的好不？卖特别拢是为着你，为着你好。哎呦，啊你安尼哦，搞连北三点皮折磨到我足想要死的，啊唔过煞袂当死。安尼也叫为着我好哦。哎，干呐？有吧？我即摆呢，规身躯会清茶，拢是因为帮你福气。对对，拢是因为你，我唔才会当食好用好啊。啊，唔过，你有听着无？空的呢？我的人生，我的灵魂。拢互挖空去啊！敢若剩这身躯伫咧遮安尼食好用好尔，安尼嘛是为着我好。啊，毋过我已经做，你想要安怎？好啊，生气来，我徛在你面头前，互你拍到气消为止，好无？拍你，我人生敢有法度等于正常？无法度。难道看你要怎啊？其实我也气了。尤其啊，你正常捌动手过啊？啊，即马彭启昌无在，无人会当甲你阻挡。来，一刀互我死，等我若走了后，不管你要创啥，拢会用的。你毋是要对个黑人先，好啊？即马就互我看你的决心。你若是无法度下手，就莫甲我继续执行我的计划。家条清楚，只要我庄伟的字，我一讲。我若袂停止我的计划，啥都袂用做到。你慢逼我，慢逼我！你即摆真难弄只，你根本就做袂到。所以从今以后，不准跟我大细声，爱听我的话。我不爱，无可能啦！你只有两条路通行，一条就是听我的话，啊，那另外一条就是让我死啦！我来，动手嘛！来，我真正不是有信心，我是小雨。不管是信心还是小雨，都是我的心肝宝贝。我是希望，希望，把信心本来应该有的资源能转给你。你会讲。你讲我欺骗所有的人，啊！不过，你绝对袂用怀疑妈妈对你的爱。你就当作一切拢无发生过。你就是母家的李少爷，是母家第二个有资格争取继承权的人。讲来讲去，你只是爱我用这个身份，假作是母家的人，去争取继承权，抢走属于爸甲哥的物件。继承权是信贤交代我爱留予你的，你即马个知影家己的身世啊？你若是无争取到继承权，咱就只剩两条路通行。第一条，就是阮妈所有的一切，逐天过着惊吓的日子。第二条，就是你的身世互公开。咱母仔死路一条，我是一个骗子，自头到尾的骗子，
这钱若是欺骗金玉，欺骗文雅客，我来自我为国啊，等于不干，我就开始在骗啦。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木卡，因为我是一个冒牌货。不管我在木卡，你干嘛这样高端？我来我这样也没安全感。是因为这份情谊是骗来的，是骗来的，我根本就骗不起你这摆爱。现在死的人不是我，现在死的人不是我。我跟你说，陈长生的好心嘛是一个更孝代，现在死的人不是我，不是小雨。你不应该还我了哎！我就不能给这把人，没有把人喜欢我落去。